Hello，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趣说野史。今儿呢，哥来给大家讲一讲李白跟王维是同年出生的，地位相当，为什么老死不相往来呢？很多人问过耿耿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说李白跟王维这俩同样有分量的诗人为什么会没有交集呢？他们共同留下了上千首的诗歌，却没有一首唱和之作，甚至在各种史料当中呢，也没有两个人同框的记载，他们仿佛生活在平行世界之中，那是不是有些奇怪呢？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啊，历史上有很多的人去提出过。要知道这李白跟王维都出生在公元701年，虽然王维的出生时间略有争议啊，但是大体上差不太多，两个人绝对是同龄人，而且两个人在诗歌上的成就相当，咖位也差不多，都是当时的大明星啊，不可能没有什么彼此的消息，所以他们两个人之间一定是有隐情。有人认为啊，这王维跟李白的诗歌风格不同，导致两个人没有共同话题，这个理由其实挺牵强的。要知道这唐人是崇尚包容的，开放的态度真的是令人咋舌。这王维的诗歌平白质朴，李白的诗歌呢是瑰丽神奇，并不能影响对于彼此的看法。要说风格上的差异，这杜甫的沉郁顿挫更不对李白的胃口，俩人关系却一直很好。这白居易呢也崇尚平实，晚年却跟诗风隐晦华美的李商隐成为莫逆之交。更何况咱们来看看这两句诗啊，王维在《少年行》当中写新丰美酒斗十千，李白呢就在《行路难》当中写金樽清酒斗十千。王维继续在《少年行》当中写到纵死犹闻侠骨香，这李白的《侠客行》就有纵死侠骨香。别说抄袭啊，以两个人的天赋地位跟成就，这个耿耿就不信谁会抄袭谁的，这只能说是艺术上的心有灵犀啊，跨越了所谓的诗歌风格，这俩人就怎么会成为无话不谈的亲密好友，反而彼此相礼呢？也有人说呢，他们就是为了这个玉贞公主争风吃醋，最后导致分道扬镳。在耿耿看来，这也算是无稽之谈了，就本来就不值得什么辩驳。这玉贞公主她是唐玄宗的亲妹妹，这唐睿宗李旦跟窦德妃的闺女，大致是出生在公元689年，比李白王维大了12岁。这古代的女子十几岁就嫁人了，等到王维跟李白见到玉贞公主的时候，很难相信两个人会为徐娘半老的玉贞公主反目成仇。而且王维在31岁的时候妻子去世，此后呢余生就再也没有续弦过，甚至没有留下任何跟其他女性的绯闻。那这样的痴情种子怎么可能会为了玉贞公主魂不守舍呢？这李白就更不用说了，他虽然有过四段婚姻，但也并不是没有多怎么说呢，也没有多少绯闻。所谓一针仙人词也不过是为了引荐所作，他后来的狂傲让耿耿不能相信会对公主如痴如醉啊。后人对玉贞公主李白王维想象的这个恋情不过是无聊文人的附会而已，既没有任何史料的支撑，也经不起推敲。如果说诗仙诗佛吃醋到了这种地步，那一定是名动京城的大事啊！不少粉丝甚至当时的狗仔队什么的，绝对不会放过这种吃瓜的好机会，不会没有只言片语留下来的啊。也有人认为这个王维好佛李白崇道，这俩人的观念不一样。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啊，这个宗教的影响力它是远远不如西方的啊，他们之间也没什么深仇大恨的冲突，尤其是在盛唐，各种观念相互融合碰撞，擦出火花，交织矛盾，但是没有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咱们看不到当时有人为这个宗教去势不两立，更不用说如此睿智的两个神仙人物了。但是两个人的不和是存在的啊，这不仅反映出了在诗歌作品没有互动上，更反映在两个人的行为当中。比如说开元十八年起啊，年轻的李白来到长安，贺知章呢就经常拉他去喝酒，张旭、李师之作陪，杜甫呢心向往之，后来呢还写下了眼中八仙歌，这个时候呢王维没有参加过。又比如说张九龄三度入京之后，经常跟王之涣、王昌龄还有王维饮宴，当时呢李白就在京城，但是没有收到过邀请。还比如说贺知章归隐的时候，一大帮子文人前去送行，李白到场，王维却缺席了。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啊，反正俩人都是有意回避，就是不见面，具体的原因大概就是已经沉睡在历史当中了，难以窥视啊。但是耿耿认为我们不能忽视是两个人虽然都是文人，但是也都曾经担任过官职，即便是李白无官一身轻的时候，也有过自己的政治主张跟抱负。因诗作赋根本就不是中国文人的主业，他们更向往的是治国安邦平天下，也许在政治观点上的不同才是两个人不和的重要原因，这个矛盾呢是完全不可以调和的哈。好啦，这就是今天的趣说野史，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